卢卡斯，你背后怎么有奇怪的东西？卢卡斯，把你后面那个拆下来好不好？很奇怪。哎，你是？我现在说我是卢卡斯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泽平，你没有看到你背后是什么吗？没有哎。你要不要切个视角？我有点为你感到担心呢。没有啊，背后没有什么。他背后有什么？他背后有什么？我看到是一只狗狗。很恐怖哎！真假的？我截图给你们看。泽平，你不要动！你不要动！等一下，阿比，你现在在做效果还是说？不是啊，我截图。泽平，你不要动！我截图，你不要，你转过。好友。阿比，你怎么会做效果了？真的是啊！真的还假的？我刚说泽平走过去，等一下，这是应该是披风。没了哦，泽平，你刚刚点掉就没了。我把披风关闭了。你可以把它关掉，你看，你还是别开了吧。说爱钓鱼的啊，是我吗？我说我要找猫咪耶。找猫咪前一定要钓鱼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哦。一定要钓鱼。所以今天钓鱼，钓鱼找猫。先讲一下规则好了。好。一小时钓的鱼，只有鱼算分，好不好？你钓那些杂七杂八。没有用的垃圾上来，我们都不算分啊！居然，所以就是小丑鱼也算，是不是？对，任何鱼都算，连河豚都算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，就一条鱼就算一分，不限种类，可以。哦，看谁钓最多鱼。好，好，一人有一个箱子，箱、这个、啊，还剩哪一个？哦，这个。啊，我们要不要规定一下，钓竿不要附魔？不要啊！哎、欸，但是如果钓到有附魔效果的钓竿可以用吧？可以吧？就是是钓到的、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自己钓到可以的。自己钓到可以。这个钓竿不能附魔，你钓到断掉就没有了。QQ， 那就不能拿来乱钓人了。做一根吗？就是钓到断掉时间终止，然后或是一小时到了时间终止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，好难哦。那断掉不能随便甩竿。嗯，不能钓人，不能去钓别人，居然钓别人会很浪费，帮别人钓鱼。剩下的我没有什么意见，你想在这个水池钓，想在前面这里钓都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要在这个范围吗？哎、欸，没有，随便钓，随便钓。甩竿是怎么样？我其实右键。甩竿是这样子晃晃之后把它甩出去，这样就是甩竿。这样子不行啊！欸、不要先按哦，按了就惨了哦。现在准备开始喽！好，一起钓好不好？好，一起钓。那个我可以分开一点吗？可以你钓出来的鱼被人家捡走就被人家捡走了。好啊，那我在你旁边。你们特别弄一个这个码头，没有人要站在这上面哟。船上可以钓人吗？太高了。太高了，怕会拿绝对直接在海中间。我也要。开始哦，开始钓鱼了。这可以钓吗？好，开始。好，那我在这边。我才这样说，我就钓到附魔钓竿。哎、欸、哇，六，太扯了、欸。等一下。是有点夸张，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消失诅咒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好没什么用，就是你钓人会消失这样子。没有啦，你钓的鱼会消失啊？没钓之后装备会消失啦？真的假的？那只钓刚死掉都会消失。哦，你钓的鱼会消失，你钓的鱼都会消失，钓不起来哦，钓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我钓到一瓶水瓶了，水瓶，钓到马鞍嘞。居然吗？哎、欸，现在晚上，等下是否有怪兽会过来？可能哦。他们才在水上面垂钓啊。对啊，我们三个怎么这么笨？下雨了，增加钓鱼率。哦，是钓到这个。哎、欸，你不要，还钓啊？下雨会增加钓鱼率？会有。据说是会的。我们把泽平丢下去，那这样是不是会有比较多鱼？
不会，那会有那个那边就没鱼了。无知女神跑上来跟你说，你钓的是这个蛇瓶还是这个蛇瓶？你钓的是三个蛇瓶出现，然后后来就跟他讲说，没有，我没有钓蛇瓶，我只有钓卢卡斯。钓的是卢卡斯，哇塞，我好看闪电，钓到输了。哈，我平常都钓书都钓不到，我现在随便一钓就是一本书，好难过。哎、欸，这样很好哎、欸。我平常很想钓书的说，我在 U A 区钓都没钓到东西过。加一，哎、欸，被老兵吸走了。还给我，还给我。上面两个在玩 game。他们两个反正就是这个系列的 CP 不是吗？你吸我一条鱼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啊，真的。鱼，一最一般的、啊，最一般的是不是？两个在玩。你非常诚实，所以我丢一般鱼三条给你吗？对啊，快快快！哎、欸，其实哎，没事。什么、啊？什么？你想要说多少？给我讲。什么想说？想说什么？和平好像没吸到我的鱼。那我还给你一条，哎、欸，很骗哦，很骗哦。泽平，我钓到骨头了，喂你吃。喂我吃骨头干嘛？不要啊！喂他背后那一只。干嘛离开我？干嘛？我就不想跟你一起钓呗。为什么不一起钓？我会笑到忘记捡鱼。你不要那个。鱼竿快要爆炸就一直跑还乱我。鱼竿快要爆炸。我这个画面真好，就是可以看我钓鱼，又可以看你们两个啊差点没捡到，那就要往那个方向放大了。哎，附魔叔，哦，好险，我们是附魔钓竿。一二二，强力五，哎，强力四，哇塞，强力四很高哎、欸。我的钓竿没了，钓竿没了，钓叔。海洋祝福不死克星。所以我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？钓已经结束了，对啊，抢别人的鱼了，真的吗？抢别人的鱼了。哎，我的钓竿剩多少？我钓竿剩五了啦。我的也没剩多少了。来折一圈，欸、可以看剩它剩的数值哦。好像按 F 三加多少什么东西忘记了？加 B 还加 H 吧？哎。Okay. 有我捡到吗？我有捡到吗？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捡到啊！哪有这种的？好猛哦！好猛哦！哎、欸，其实早钓完也有一个好处，就可以去。其实白痴啊！泽平，我不知道我刚刚有没有捡到哎、欸。有啊，这被你吸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！好好笑啊！干嘛呀？好恐怖啊！你去用结尾啊，拿过了冠军了。可是你可以去别的地方钓、啊。有吗？我大白鲨、欸，我会吸呀、啊！大白鲨，快跑、啊！得了得了得了！阿比吸别人呢、欸？什么东西？阿比海贼出动啊！我是大白鲨、欸，好恐怖、喔！好了好了，好恐怖哦、喔！我觉得你赶快把钓竿钓完去吸灵星了，我赶快钓啊！你刚刚就三艘船在吸灵星呢。得了，哇，好恐怖啊！海贼出动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，是半线钩，不要紧张哦，只是半线钩而已。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，海贼出没。我是个鲨鱼。哎、欸，泽平。哎、欸，没有啦，干嘛担心什么？奇怪、欸，还真的被吸走，太恐怖了吧？恐怖、哦，好恐怖哦，海贼好恐怖、哦，那个笑声。对啊，他的笑声也太猛了吧！这是计划通的笑声。天哪、啊！我要巡视你们，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。你少在那边。然后收取适当的保护费。是吧？保护费也太贵了，超级土匪的。我们没有不安全的，好奇怪。我们的不安全来自于你。我要逼船，我要逼船。我没钓竿的，我没钱竿的，我逼船，逼了，哎、欸，那个鱼群要上钩了，快！杰瑞，杰瑞没有，他现在变两个巡逻队了，两个巡逻队，不要啦，超烦。等一下，所以等一下我钓竿没了，就钓竿还没的时候，你们全部都爆了，所以全部都会到我周围游来游去，对，没错，之类的，我要出没了。哒哒哒哒，林奇那边就很壮观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冲动哦！我现在要保护好自己，好恐怖哦！哦 ，Jerry， 干嘛发现我啦？
哎、欸，你们两个不要这样、啊！我一直都在哟。我想说偷偷等你，没有注意到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哎、欸，有吗有吗？我没吸到，我没吸到。有吗？好恐怖、哦！我的吸到好恐怖哦！欸、林心凌要上课，林心凌要上课，还没。林心凌要上课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张我这么智能，你还被你吸走，太没天良了吧！走开！我自己走暗掉了。走开！你不可以这样子！哎、欸，来了！你不可以！泽明的被抢走了吗？不好！泽明那个位置不好，那个位置不好，赶快换呐、啊！好了，我不抢你的了，我不抢你的了，我是不是至少抢了你三条啊？你抢了三条啊！真的还是假的？抢了三条跟我讲说啊，我不抢你了，不抢你了。没有啦！你干嘛躲在水里面？我要当水鬼、欸欸！你不要过来，他们太早钓完的人，好恐怖哦。没事做嘛。恐怖的，没事做就来偷鱼。哎、欸，是河豚，河豚有算，太好。阿肥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你是钓到鱼吧？一般的鱼吧？是鱼吗？哦，对，好像鱼。钓我，钓我。钓你！不行不行不行，钓！没事做。我没钓到。我身上没有，所以不知道我身上。没有，我刚刚太早拉了。不要了，杰瑞，他来了，哎，可恶，没上去，好险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阿比我的还没来，你不要紧张好不好？没有水花，你不要激动。汽水美人鱼，你们知道其实美人鱼是很恐怖的生物吗？哦。阿比现在就是这个生物，好、哦，真的吗？啊、所以我会发出啊之类的声音吗？美人鱼会用美丽的歌声骗船夫去吸大了，你又被吸走了，我吸到脚了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已经总共被吸五条了，怎样怎样要来了？要来了、欸、是鞋子，我没有啊，我没钓竿哦，居然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海女不可以这样啊！海女，你有看到海胆吗？哎、欸，我可以这样子，哦，不行哎，啊，可以耶！加油！大白鲨，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好难哦、喔！好好笑，好恐怖的，好好笑！你跑去打前面的船，害我差点笑出来。钓竿剩多少啊？还有三分之一吧。啊！沙皮，鱼吸到了，鱼吸到了，你要钓到了吧？林香离开了，只剩林星有钓竿了。对，蛮好笑的。哎呦，我们遇到水鬼了！水鬼，压高腿，定心快拉。我就不想了，不要浪费钓竿，不要浪费啊！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已经、啊、有水鬼、欸，真的有水鬼啊！阿比水鬼，哎、欸，结算了，结算，我58只而已、欸，这个码头很多啦，平台也建太高了吧，上不去。那个是钓鱼台，好不好？钓鱼台，钓鱼台是谁的？是谁的？是无尽日常的，是秋风的、啊，是谁的？我看阿比几只？47而已啊。47，那泽平几只？那好多，58，你们都50几吧？我55条。哎、欸，59，59，我杰瑞嘞，我57，多一条，我58。哇！隐恨，隐恨，所以我刚最后真的那两个钓到一只就赢了。输给钓竿了，输给钓竿了，钓竿了，完了，输给钓竿，而且我还抢到林心两条鱼、欸，哎，我抢到三条、欸，哎、欸，都还输，太扯了、啊，太扯了，对，好险哦，多条还输，那他的鱼真的很多。这算同心协力吧，干掉杰瑞。
恭喜林行冠军！林行，你拿到冠军了！耶！阿瑞，感谢你会掉，感谢杰瑞让贤，让贤，我该让贤了。对，让贤，怎么让贤？再次冠军，好不好？意志险赠于我，有没有？怒气而且还提前放弃耶，他还可以再掉二十分钟的。对，对啊。根本就不需要靠那二十分钟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啊，感谢感谢，我真怕你等太久啊。不会，我们就到这边喽，下次再会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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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